嗯，哎，你好，几位？靠，我朋友在里面。几位，我们家的菜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味道很好。那肯定的嘛，我们家的牛都是我自己养的。哦，就这个牛肉一点辣味都没有，没有辣味。点这个是五香的，下次你点麻辣的，那个辣。行，下次来我们就点麻辣的。好你们吃好，有事叫我啊。老板，买单。好，行，你等着，我去算一下啊。老板，我们二号桌多少钱？二号桌160。那你把25码给我。好的。老板，我们的桌付过了啊。好的，收到了。几位走了？走了。下次再来啊。好。